好喜欢你能亲口地告诉我，在你心中可曾有我的存在。如果说这答案是否定的，我想我还是可以接受。我不希望这只是一场游戏，而我只是无知的付出。我需要的是你的爱与关怀，你是否能给予我？请你告诉我。女孩，我真不知该说些什么，在你心中可曾有我的存在。爱是不能勉强，若不能双方付出，最好就此结束。女孩，不要难过，我知道我会使你泪流，但终究就要如此分手，你我又能如何？好好听吗？那有encore吗？有，很好。那叔叔帮我唱啊。